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你们看我这样子讲话，其实是因为我昨天录过一次这个视频了，然后有一边的声道丢失了，所以今天重新录一遍。那为了保险起见，我自己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那就无视这个耳机就好了。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肺炎这个疫情其实还是挺严重的。那虽然说现在有国家有在大力的去采取措施，然后事情感觉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懈怠。那该在家待着就在家待着，尽量不要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大家看到我出门拍视频呢，其实我也是有严格遵守这个国家的号召和响应的，我都是有做好防护措施，戴好口罩。各位不用替我太担心啊。因为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一条就是本地的这个卫健委的短信，大概就是提醒各位说，不用在独处的时候戴口罩了，自己独自开车不用戴口罩了，去人少空气流通好的公园或者开场的空间不用戴口罩。就是大家知道口罩资源现在比较紧缺嘛，我也不知道居然那些口罩他们医生到底收到没有。那所以呢，我个人的话就是平时我如果不去人挤人的这些密闭的公共空间，我一般是不会戴那种防护性比较强的医用口罩，就看起来太过于生化了。那我自己平时会戴这种就是来自 Aeronim 的这个应该叫就是普通的防护口罩。那它好处就是表面可以清洗，然后内胆就是里面的这一层过滤呢是可以更换的。那我个人觉得比较环保一点，也不用耗费那么多口罩的资源，把它留给最需要的人，就是我个人在疫情这个时期呢采取的一些措施。那还有就是口罩这么紧缺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去囤，更加不要去炒，好不好？炒口罩那些人还有作假那些人真的是你就叫我这么演。那就希望在疫情期间呢，大家也尽量响应国家的号召，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那如果真的一定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保护好别人， OK， 不要给其他人造成麻烦。那说回这款包好了，有看到片头的各位相信你们大概也了解了，我这次跟你介绍的是来自虎扑工业最新的攻击包，叫做拉斐尔，是这一季2020 Drop One 的第一款产品。而这个 Drop 叫做长攻计划，是这一季的主题。那随之而来的除了这一款包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摄影用的双肩的大包。那一个大包呢，我现在因为物流和疫情的关系我还没有拿到手，那等到我拿到手的时候，我可以再跟你们做一个单独的详细的分享。我们现在看回这一款包，这款单肩包，那它是可以扩展在双肩包上作为一个扩展仓，就是提升整体的容量。那除此之外呢，我个人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单肩的斜挎包来使用。那其实我觉得在我日常的使用体验下来，它的容积它的各方面的功能性我觉得都非常足够。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硬核非常有这个摄影方面出行需求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的话呢，其实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双肩包和这个小包都一起买了，因为加起来的话三十几升其实很大的一个包了。这款拉斐尔的攻击包据虎扑官方说，它容积大概是有8升，就是完全扩展开的情况下，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侧面有一个这个抽绳尼龙带，它这个是用来调节这个包体的厚度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压缩和扩展，像风琴一样，这样子可以调整它内部的一个储存空间。那另外还有它正面有一个盖板，它平时收纳在这个拉链仓里面，那你需要的时候才把这个毛呢面板拿出来的话，就可以扩展其他的副包上去，就是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拉链仓这个格子里面呢，侧面也有两边都有这个有3行毛的织带，那这个织带跟正面的盖板的织带材质一样，它不是特别厚那种，稍微有点软有点薄，那也是为了它这个扩展性和这个折叠性考虑，所以不会用特别厚织带。那在这里呢就要提醒各位一下，如果你真的要去扩展的话呢，建议你不要使用 C 扣去扩展，用那个 bolt 插条去扩展，用这个插条去扩展的话呢，它的整个稳定性会好很多。我这两个呢其实严格来说不属于我自己的，因为这个都是我借来拍摄的，然后到时这个拍完要还回去，也是因为样板的关系啦，所以我不知道我手里的吊牌跟最终试售版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拿这个 K 版的吊牌跟你们讲解一下好了。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吊牌上就是有来自拉斐尔的这个异形的湿气章，
这款设计章其实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尤其它贴在这个 K 版这个配色上，我觉得特别帅。还有就是虎符工业这一个自己的吊牌，那它背后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这个去登录他们的公众号，然后详细了解他们这一季品牌和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细节。再过来就是一些授权的配件的一些吊牌，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 Fitlock， 就是虎符工业一直都有采用的他们这个磁力扣的吊牌，然后就是这一个 Expect 面料的吊牌了，来自 DP 公司的。那这个公司在美国是本来是做风帆的，那这个面料其实现在也被应用的很广泛。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少见到，而且在常规版看不到的一个吊牌，就是这个 Multicam。这个吊牌其实是这个K 版这个白色雪地迷彩图案的这个授权，那所以因为它单独授权，所以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吊牌，并且在 K 版和普通版的区别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两个芝麻。那这个芝麻呢，在普通版来说就是一个 DP 的，还有一个是 Cordura 的面料的芝麻。那这边 K 版的就是这个 Multicam 雪地迷彩的授权芝麻，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区别在面料上。那另外一个区别呢，就是虽说他们两个都是 Expect 这个面料，但是他们的型号不一样。黑色这个常规版的面料是 VX21 的型号，然后白色这个 K 版呢是 X50 的型号。那 VX 和 X 有什么不同呢？那据官方所说呢， VX 是不羁复合型号，然后 X 是压胶复合型号，然后21和50分别代表就是不同的硬度数值。那 VX21 的组合意思就是210的尼龙复合，210尼龙就是它这个面料了，然后加上一个 X-Ply 的里面这个 X 型的龙骨，再加上一个防水膜，然后加上背面的布基，就是这个面料拉开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是白色的，这一层其实它是有一个薄薄的布，然后就相当于是比较多几层吧，比起 X50 来说会柔软一些。那 X50 的意思就是 500D 的复合尼龙，加上也是有这个 X-Ply 的这个龙骨在里面，但是它就没有那个背面的布基，它是用一个防水膜在里面，然后直接用一个压胶涂层来盖上，所以你拉开里面可以看这个面料的反面呢，它是有一种反光高光的感觉，看得出来吗？它就比较光滑，像是塑胶表面的感觉，再加上这个雪盲配色，他们叫雪盲配色了，这个雪地迷彩的这种 Multicam 的这个迷彩图样，那这个据说是由 CP 公司授权的一个宿主面料，它手感其实跟帆布特别接近，很粗很硬，然后很挺拔。你们看到我现在这个白色这一款 K 版的包呢，我里面没有装任何东西，它就是空包，然后它整个形态非常硬挺，非常结实，它整个样子的保持得特别好，就像一个小方盒子一样，看起来很舒服很帅，然后这也是我为它着迷的一点。但是这个面料在实际使用呢，我个人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偏硬，就这个见仁见智吧，也不是什么影响使用体验的一个点，看你喜不喜欢了。那至于黑色这款常规版呢，其实是我日常使用比较多的，那我也觉得这个版本其实是最适合日常使用的。那你可以看到我在侧面也多加了一个弹夹包，正面呢我扩展了一个折叠副包，那其实整个形态看起来会稍微比 K 版那个来说要大一圈，然后也是因为面料的关系了，它比较柔软，所以它会有点下坠的感觉，也是因为我装了比较多东西吧。但是整体使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两者并没有实际的差异，面料上的区别并不会影响它们实际使用体验的效果。那所以你需要买哪一款呢？就看你个人喜好了，没有说 X50 就更加耐磨或者更加耐用，他们两个都差不多，然后防水性也相当。那这一次这个包全都是采用防水拉链，整体的技能性呢也是有一定的保证。面料上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些，那还有一些其他细节上的区别呢，最主要的就是扣件了。大家可以看到 K 版的扣件，这个矩形扣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据说是来自韩国的一个供应商，它是铝合金和 POM 混合的一个材质，然后它的整个形态呢比起常规版的那款来说要大不少。这一款它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在你装取的时候不需要扭一下，
因为像常规版的这一款，它的这个矩形扣呢，它是在开口的位置有一个折角设计，就是为了安全性的考虑，让它不那么容易脱落。但是带来的坏处就是你在取下来的时候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一下它那个取出来的角度，让它不要卡住那个织带，这样它才能顺着这个开口的方向滑出来。其实我觉得多少有点不方便，但是如果你日常使用的频率不高的话，这个倒也无所谓了。然后就是在你不挂载任何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个包的下面两条织带呢，它其实可以捆绑一些比方说相机的脚架，然后雨伞啊，甚至外套这些物品都可以任意的装在下面，它的扩展性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也很喜欢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日常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呢，没有必要说特别在意这两个钩子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扣件的话其实使用上差别不大的，但是就是如果不挂载的情况下呢，雪盲的这一款就是 K 版的这一款，它比较容易脱落，就是你把它挂上去呢，它可能过一会自己就下来了。也是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扣件设计的形状，再一个就是这个包本身它的这个面料太过于硬挺了，钩子如果没有负载的情况呢，不是很挂得住。这个其实就是你不挂东西的话也不影响你使用，那你挂东西的话它是很牢靠的，就因为它有几个重量在扯着它嘛。那这就是一些这两个包的区别位置了。那内部其实都是一样的结构设计，那有一面呢是拉链的，拉链的暗格呢是分了两个部分，左右两个部分是中间等分，然后对面那一边呢就是采用一个橡胶弹力的开口，那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暗格，就是一共是几个区分。这款包的容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你别看它样子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在我日常使用体验中呢，就是我不说装电脑进去了，我一台录 vlog 的相机，就你们现在正在录的这一台，然后加上一个定焦镜头，再加上另外一个镜头，然后加上我一个喝水的水杯，然后加上这个麦克风，然后这个脚架，再有一个补光灯，都可以装进去，并且还能装一些个人的物品，比方说太阳镜啊，钱包啊，然后纸巾啊，一些琐琐碎碎的耳机啊，这种移动电源，这些全部都可以装进去。然后你在装进去之后，你背负起来并不会觉得十分的鼓，是不是胀，然后会顶着你后背都不会，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海绵的一个缓冲垫，作为一个背负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就是让你更加的省力，然后它肩带也足够宽。那我觉得就是日常出门一天回来的话，城市通勤来说这个包是完全够用的，那也是我使用这段时间下来我最满意它一个点，就是它的装载能力和它的扩展性。据这个胡福他们介绍呢，这一款攻击包它其实作为一个 LEG09 那个忍者包的精神续作存在的。那并且也是因为我最早关于胡福地狱犬的那个视频呢，我把地狱犬的拓展仓那个袋鼠仓然后自己改良一下，当做一个单独的背包来背负，那这一点也启发了他们，就他们这一次就把双肩包的扩展仓做成了一个可以单独背负的斜挎包。可能关注胡福的朋友也知道了，就是前阵子胡福有跟国内的一个非常低调但是非常大牌，这样介绍对吗？有点怪，反正就是很厉害了，但他平时很低调，这个牌子叫 Sidegear。那他就是专门做这种像胡福一直采用这个 Bolt 插条啊，还有那个铰链快拆扣，就是地狱犬跟袋鼠仓连接的那一个，包括这一次也会用到那个扣子。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弹夹包，还有他们前一阵子联名出的那一款胸包，那个 Side Gear 也给胡福这一次提供了很多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支持，就是他们这一次很多材料很多面料的切割都是采用激光去切割，包括那个 Mob 面板也是，就像双肩包上的那个大型的扩展板。那那个胸包其实我手里也有一个了，但是因为数量太过于少了，我估计做了视频大家也很难买得到，所以我就暂时还没有分享出来。那我打算就是跟那个双肩包一起，到时候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Sidegear 这个公司还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点闷声发大财那种感觉。再过了一个他们两个区别呢，就是我个人觉得K 版的这个抽拉扩展的这个尼龙织带的质感呢比这个常规版的要好。那虽然看起来它比较粗糙一点了，但是我个人还反而更喜欢它这种质感，就是它这个纱织密度比较粗，然后
它的纹理感特别强，然后你离老远看上去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肌理的感觉。这大概就是它们的一些基本上的区别。那这两款包除了这些区别之外呢，其他的使用啊、容积啊这种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刻意为了这个限量去冲。那如果你日常使用真的是很有需求的话呢，我个人就是非常建议购买的话就是买这个常规版的就足够了。而且我觉得黑色也蛮好打理的，然后它这个面料纱织密度更加密一点，那就更加光滑，我觉得就是你日常清洁起来也比较省心，不会那么费力。因为白色这一款它X50 的面料它比较粗嘛，纱织密度，然后它也比较厚，而且又是白色，就很容易脏。虽然它 XPEC 这个面料也是很好打理的，你就放心的去刷去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就我个人有点，我不是很爱把白色的东西弄脏，你知道，就我个人平时用最多还是黑色这一款，反正这也不是我的，我还要还回去了。那这款包呢，在背后这个海绵的缓冲垫两侧做了一个开口，其实就是为了把这款包挂载在那个 Leg20 那些虎座的双肩包上，它可以把这个肩带在你不用的时候收回去。那除此之外，这个肩带除了是它的肩带呢，更是那个双肩包的腰扣，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物多用嘛。 Filo 这个磁扣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我日常使用这个包呢，我背上身的时候我是整个套上去，但是我把它摘下来的时候我就直接一扯磁扣就下来了，我不需要说整个包再拿下来，蛮省心蛮省力的。那这大概就是这两个包的一些最大的区别和不同了。怎么选择呢，这个见仁见智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理性消费，不要盲目冲，尤其不要跟风带节奏，没有这个必要。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一季主题长工计划的这个设计章，我个人觉得我非常喜欢，它有点像一个火箭啊。他们有个设计上的小巧思，就是在这个海绵垫肩的背后，你看不看得到有一个三角形的缝线，那这个形状就是刚刚好可以把这个设计章放上去。当然它站不住了，因为它不是那个毛面的，就看个大概的效果。像这样设计上的小巧思其实还蛮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一个品牌用心的一个特点。那包括这个前面这个魔术贴的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啊， K 版这个颜色来说，我比较建议的就是把那个某磁带的那个盖板收到里面去，就只用拉链作为这个前舱的一个开口设计来使用，让它这个位置去贴你喜欢的设计章，这是我比较建议这个颜色的搭配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像它这个款式的这个颜色的K 版的这个某磁带的面板也是黑色，如果它能用一样的雪地迷彩来做，我会选择去把它拿出来再挂载其他的副包。那如果都是黑色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把它收回去了。因为比起挂腹包，我觉得这款包我觉得更适合拿来做一个单独的小包，而不是把它挂在那个大的双肩包上。因为双肩包并没有这个雪盲配色了，就黑色或者黑灰配色，你都把它挂一个白色包在底下好像有点违和。那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那我会选择就是白色这一款当做一个单独的小包来使用，然后我就不会把那个磨面板挂出来。那黑色这款常规版呢，我觉得你单独使用也可以，然后挂腹包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都通体黑的嘛，然后一些军绿色磁带做点缀其实非常酷，然后再加上可以把它扩展在双肩包上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那这就是这两款包的我的一些想法，希望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吧。那这差不多就是这视频的内容了，我知道比较简短，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当作是像 podcast 一样有点聊天性质的感觉了。那我知道你们都挺无聊的，我就多说几句好了。可能就看到我是从胡服的地狱泉开始真正的接触胡服工业的产品，那在这之前呢，我可能只是买他们一些配件，比方说钥匙挂这种腰带之类的。我原来还在从事摄影师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没有背一个非常专业的双肩包，因为那时候其实刚毕业没多久嘛，那也不是很懂这些东西，就觉得有个双肩包能装电脑就够了，那就是很 IT 的那种电脑包，然后里面丢一个相机什么的，也没有内胆。那久而久之呢，那个包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用，而且夏天被非常的热，然后就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换了单肩的图特包来用。那其实有时候装的那些相机电脑什么的还挺重的，然后出去大概一天晚上回到家呢，你背负的时间大概加起来应该有个一两个小时，可能更多一点。那久而久之呢，我就发现我
后背有点疼，一开始我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后来去检查了一下，发现我有一节脊椎骨呢稍微有点偏移的位置，就是稍微有点弯了，那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我不太敢在单肩包上装太重的东西背负太长的时间，所以忍着热也好或怎么样，就是我要背负重物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双肩包。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没有特别大尺寸的单肩包，像那种大尺寸的邮差包我现在是没有的，就算有我也不会拿来使用装满载的东西出来。就是我觉得像尤其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这种健康的损伤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恢复了，有些东西甚至是不可逆的，那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在合理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去挑选你自己合用的产品，不要乱冲。所以那个大的摄影包双肩包呢，我是一定会去给你们做一个体验的。那这就是一些口水话了，我也知道大家在家里面可能开始觉得有点无聊有点闷坏了，但是也希望你们再坚持一下忍一忍。如果你真的觉得无聊的话，可以读读书啊，然后听一些新歌啊，或者是把我之前的视频再多看几遍。 anyway 反正大家再坚持一下，那尤其是武汉的朋友，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过得非常辛苦，其实我也相信这个事情应该很快就能被解决掉的，希望吧。就大家尽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说太大的能力去帮助的话，那尽量就不要添乱了好吗？ anyway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边的人，同时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那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些话，那这就是这一视频大概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那希望你给我一个三连，然后留言评论转发，多多益善。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记得点一下订阅了。我是 Rock，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这期视频没有福利了，不过福利这方面呢，我应该会给大家争取一下，就是在双肩包的那一期之后呢，看看能不能拿一些比较好的福利送给你们。